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7月16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的大洪水的新闻。 Devastating flooding in Germany has killed nearly 60 people, with more than 1,000 missing in one district alone, as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expressed deep sympathy for victims of a catastrophe whoseextent will only be seen in the coming days. The Guardian 的新闻 devastating 就是一种毁灭性的，好，就是很严重的意思。 flooding 的话是洪水，好，在哪里呢？在德国，好，已经导致了60个人死亡。然后 Belgium 在附近， Belgium 叫做比利时，比利时也好像有9个人死掉。好，然后呢，在德国这个地方，光一个区域 one district alone 就只有一个区域，就有超过1000人 missing， 就是失踪的意思。所以这洪水很严重，而且你想失踪的其实都生死未卜，就整个都很严重。好，那 as 这个同时呢， Chancellor 就是总理的意思，德国的总理。好， Angela Merkel expressed 这是你的动词，好，这是主词，动词是表达，表达什么呢？受词是这个深深的，好， sympathy 是同情慰问，好，对谁呢？对 victims 就是受难者。好，那什么样的受难者呢？他们是这个大灾难，大灾害， catastrophe 就是英文用来讲一个很大的灾害，很大的灾难，就可以用 catastrophe 这个字。好，这后面有一个形容词警句，这个灾难是怎么样的灾难呢？ whose extent 这边是一个副词的话是用所有格，所有格形容词句，这个灾难的程度，好， will only be seen 将会被看到 in the coming days 在未来的几天，因为你看现在这些人就失踪找不到，那在未来可能是死亡，而且这个洪水又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然后洪水淹过的地方很容易产生一些感染疾病什么的，所以呢，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天气整个都在大变，各式各样的灾难都出来了。好，今天看到这个是水灾。好， Devastating flooding in Germany has killed nearly 60 people with more than 1,000 missing in one district alone. As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expressed deep sympathy for victims of a catastrophe whose extent will only be seen in the coming days. 好，第一个Devastating 好，形容词就是毁灭性，破坏性很大的。第二个 flooding 就是洪水的意思，水灾。第三个 chancellor 名词，总理，好， prime minister 也是总理， chancellor 也是总理。第四个 sympathy 好，名词，同情慰问，这个 y 这边是念 e 的音，所以是 sympathy。 好，这个字有点难念，叫做 catastrophe 名词，大灾害。比较难念的字，你把它的重音抓到 catastrophe， 好，就会比较好念一点，然后噪音节。第六个 extent 名词，程度。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很夸张的新闻，有钱的爸爸真好，我们只能这么说。 An 18-year-old is to become the youngest person to fly to spacewhen he joins Jeff Bezos on the first human flight by his space company on 20th July. 好，之前英国的那个 Virgin Galactic, 我是不是讲错，就是那个维珍公司的老板，好，前几天才上太空，对不对？好，7月20也快到了，就剩几天了。那个 Jeff Bezos 是亚马逊的那个已经下台的总理，不是总理啦，总裁，我在讲什么 CEO， 他的总裁，好，他已经刚退休。那他的这个太空公司呢，就要飞上太空，在7月20这天。但是呢，有一个18岁的 is to become， 这边的话 is to 加动词原形，就是即将怎么样，这是一个未来式的表达方式，即将成为最年轻的人，好，可以飞到太空去。好，那这是一个未来，当这个副词子句后面用现在简单式来代替未来，当他加入杰夫贝佐斯，好，在那个
这个他的太空公司的第一次人类飞行，好，在7月20号，所以上次他们第一代没关系，这次他有最年轻的，而且还有最老的，他的里面还有一个好像是82岁的，也是有史以上最年纪最大的上太空的这样子。好，那这个男孩子呢叫做 Oliver Damon will fly in place of an anonymous 28 million winning bidder of a public auction。 好， anonymous 昨天刚好有看到，就是不具名的啊，通常不具名就是在这种拍卖的时候，因为都可以找人家来拍卖，那这个 bidder 昨天有看到出价的人。好，这个男孩子，18岁的男孩子呢，他会飞到太空。 In place of 就是取代谁呢？取代一个不具名的，好，在一个公开拍卖的时候的拍卖的赢家。好，他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第一次的位置呢？花了2800万美金，那就是好几亿了，这样自己去算。好，那本来这个小孩子的爸爸是飞下一次的，这是一个荷兰的公司，非常有钱的荷兰人的公司的 CEO 的儿子。好，那本来是他买到下一次的，但是因为这个人不能去，所以他就递补上去，而且他就是给他儿子去，他儿子念物理学的，所以这个爸爸也非常宠儿子，这一次票价应该也是要个上亿的吧， 几千万可能不到，可能要上亿才可以飞上去这样子，所以有钱的爸爸真好。好， The winner of the auction could not fly on the mission due to scheduling conflicts. Mr. Bezos Space Venture Blue Origin said. 好，就是这个贝佐斯先生的太空，好，这个 venture 的话就是一家公司企业的意思，通常比较危险性比较高的，做这种太空的当然危险性很高。好，蓝色起源他就说了，这个不具名的这个赢家，好，就是赢得这个拍卖的赢家，他没有办法飞上太空 on the mission。 mission 的话我们讲任务，有没有那个汤姆克鲁斯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好， mission 就是一个任务，为什么他不能去呢？Due to scheduling conflicts， 好， scheduling 就是日期上的，好， conflict 冲突，日期上冲突。好，刚我在看脱口秀的时候，脱口秀主持人还在那边笑说，哎呦，那一天要去参加谁谁谁的什么婚礼啊，还是要去谁生日，我那个外侄子生日啊，所以就是不能去这样子。好，这么重要的，但是他后来就延后了，延后到后面去，所以也还是能去啦，就是没有办法成为第一次这样子。好，他 anonymous 还是他不想要让人家知道，第二次大家比较不会关注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一次。 An 18-year-old is to become the youngest person to fly to space when he joins Jeff Bezos on the first human flight by his space company on 20th July. Oliver Damon will fly in place of an anonymous 28 million winning bidderOf a public auction. The winner of the auction could not fly on the mission due to scheduling conflicts. Mr. Bezos Space Venture Blue Origin said. 好，第一个 in place of 名词就是取代的意思，这个小孩子就取代那个不知名的人。第二个 anonymous 形容词，好，匿名的，不想让人家知道名称的，不具名的。第三个 bidder 就是出价的人。第四个 auctionauction 昨天有看到名词拍卖。第二个 conflict 名词冲突。第六个 venture 一般可以指它可以只是冒险啦，那这边指的是有风险的企业，就是这那个台南一家公司。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whisky。 好，很有名做 whisky 的地方大家知道是哪里吗？是苏格兰。苏格兰有个很特名的 whisky 就叫做 scotch。 好， scotch 就是苏格兰非常有名的 whisky。 好，那中国也想要做好喝的 whisky， 那他们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An entire whisky distillery is being shipped out from Scotland to China on Friday。 好，一整个酒厂，整个的酒厂，好，正在被好 shipped 运送。好，怎么样呢？用船运送出去，从哪里呢？从苏格兰运到中国，在礼拜五。
好，那怎么做酒呢？就把整个球场，酒厂不是球场，对不起，酒厂从苏格兰把它搬到中国去吧。The equipment will be assembled at a facility being built in Inner Mongolia. 好 ，equipment 就设施设备，好，酒厂里面的设施设备现在可能都被拆开来了，这样子。好，将会被组装，这是未来的被动。好，在哪里呢？在 a facility， 在一个场所。好，什么样的场所呢？这个场所这后面的这边是一个分词构句，修饰这个场所，它正在被盖。好，在哪里呢？在内蒙古的地方被盖。好，这个厉害吧？要做 whisky， 就把整个 whisky 酒厂搬过去。然后后面还有技术资源的人，他们好像有香港有整组技术的人会在那边帮忙从事这样子。好 ，an entire whisky distillery is being shipped out from Scotland to China on Friday. The equipment will be assembled at a facility.Being built in Inner Mongolia, Mongolia 对不起 ，Mongolia。好，第一个 distillery 好是烈酒的生产的厂家，就是那种工厂这样酒厂。第二个 equipment 名词设备。第三个 assemble 动词组装。好，那个组装线叫 assembly line。好，这个组装这个字要考多一的时候可以去记一下，还蛮常看到。Assemble 这个字。好，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食物的新闻。Making cheese, it's cheesy, it's creamy, it's warm and buttery. Oh, one more thing, now it's an ice cream flavor. And many people are asking why. 好 ，Making cheese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有些人可能甚至没有吃过，但是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就像我们的泡面口味里面，他们那种素食的，其实已经有买过那种素食的 mac and cheese， 你知道加水煮一煮就变成这样子了。好，那它就是有很多的奶油啊，鲜奶油啊，还有 cheese 这样子，所以它就是说，哎，这个 cheese 奶油 cheese 通心面 ，cheesy 就很多 cheese，creamy 很多鲜奶油，好温暖。Buttery 有很多的奶油 butter。Oh,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件事情，现在它是一个冰淇淋的口味 flavor， 就是口味。好，大家冰淇淋喜欢吃什么口味呢？杰西最爱的是三国雪酪。好，哈根达斯的三国雪酪超好吃的。今年要来去买，不是今天，是今年。好，下个礼拜来去买。And many people are asking， 很多人问说，为什么要做这样口味啊？他们都落伍了，大家知道。假如有住台北的人，不知道知不知道，在台北呢，这种咸的口味的冰淇淋根本不算什么。台北就是有一家西门那边有卖猪脚口味的冰淇淋，有卖肉松口味的冰淇淋，还有卖那个 wasabi 口味的冰淇淋。就是，但是杰西没有去吃过啊。对，不知道那些口味吃起来是如何，猪脚口味的冰淇淋，不知道那家。冰淇淋店 还在不在？好，总之呢 ，The limited edition flavor created in celebration of National Mac and Cheese Day by Kraft Macaroni and Cheese and Van Leeuwen Ice Cream， 对不起 ，Hit Stores Wednesday。好 ，limited edition 就是限量的。好 ，flavor 刚讲的口味。好，这边是一个分词构句，被创造出来 ，which was created。好。这个口味呢被创造出来要干嘛呢？庆祝 celebration， 庆祝 National Mac and Cheese Day。好，国外就是各式各样的日子，台湾现在好像没有。好，他们这个 Mac and Cheese 起司通心面也有起司通心面的日子，就跟情人节一样。好，在日本也是很多，我已经突然忘记了，就很多商品。很多东西都有他们的日特定的日期，然后这一天是什么什么日这样子。好 ，Kraft 是很有名的一家公司，好，他有做 macaroni and cheese， 还有呢这一家冰淇淋公司，他们共同创造就是要庆祝这个起司通心面日。好 ，Hit Store 就上市了，在礼拜三。好 ，It's received its fair share of public outcry on social media， but the cold and cheesy。Treat is still sold out nearly everywhere. 好，他有收到他的 fair share， 就是合理的数量这样子 of public outcry. Outcry 是抗议不爽，好，就是一个批评这样子。
好，在哪里呢？在社交媒体上，在台湾也是啊。你上市一个怪怪口味的明星，大家也会开始抗议这样。尤其社交媒体，大家就会传照片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冷冰冷冷的，还有气死的。好 ，tree 的话，通常我们把它用来讲就是食物，它可以是一个特别款待，但是我们就是它，就是一个招待，一个款待，一个，但这边指的就是一个食物这样子的意思。好，还是都怎么样，收到卖光了。好，几乎在所有地方，好，大家都说很恶心，很恶心，很恶心，但是还是要去买来试试看。杰西刚看另外一个脱口秀，也是杰西选的新闻，好，就是都是比较大家会觉得有心，就是我不知道脱口秀主持人刚刚也是在节目上就吃了这个口味的冰淇淋。好。那当然是一个很奇妙的味道，这样子。好 ，Making cheese is cheesy, it's creamy, it's warm and buttery. Oh, one more thing, now it's an ice cream flavor, and many people are asking why. The limited edition flavor created in celebration of National Mac and Cheese Day by Kraft Macaroni and Cheese and Van Leeuwen Ice Cream hit stores Wednesday. It's received its fair share of public outcry on social media, but the Korean cheesy treat is still sold out nearly everywhere. 好，第一个 flavor 名词口味。第二个 limited edition 这字可以记一下，限量版啊，限量的意思。好，第三个 fair share 合理的数量。第四个 outcry 强烈抗议。好，第五个 treat 特别款待，有时候就用来指的是可能是食物，可能是一样东西这样子。好，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跟杰西看到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有点收获。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下次见喽，拜拜。